祝你每天开心快乐，笑口常开。祝你吉时吉日喜如风，丰年丰月如风筝，征府征财征长寿，寿山寿海寿长生，生府生财生贵子，只孝慈贤代代荣，荣华富贵年年有，有权有势有前程，吃不愁穿不愁，不住平房住高楼，天天潇洒夜温柔，买卖如同长江水，生活如同锦上花，大财小财天天进，一顺百顺发发发，一日千里风帆两袖秋风做个官，三番五月创大业，世纪发财财乐宽，五十海交贵友，六六大顺得挣钱，七星高照交旺运，八方进宝堆成山，九指登科传后代，十全十美在人间。祝你身体好，心情好，吃得好，玩得好，住得好，一年更比一年好，好上加好，好上再好。祝你加大，哎，拜拜。这样，哎，你好，谢谢啊，走吧，拜拜，谢谢你们啊，祝你每天开心快乐，笑口常开，祝你吉时。是加音乐的。哎呦，咱俩是同行啊。同行，我自己在我在酷狗上有自己的专辑，都说爱情，我的女人你听过吗？我不是唱歌的。你是？我是乐器。啊，乐器啊，我也会吹箫，你会不？我会吹牛。那还是我们真的就是要去赶。你去哪？我们去那个双廊。那我说你吹双廊，我们下午应该去上双廊。我那个我叫实习生呢。等会儿我叫我实习生。啊？什么？我叫我实习生呢。啊，不用不用。没事没事，我开马上拉地，没事没事。马上拉地牌的那个电摩。真扎心啊！马上拉地总裁。嗯。爸，啊，小杨，在哪儿呢？啊！行行行，你把那个玛莎拉蒂开走了。你转移了。那我知道，那我知道。好了。那还有，慢慢进，我给咱们。真没事了，我们。哎呀呀，我送你吧，是我的。这是什么节目？YY，你玩过吗？YY。是玩游戏那个是吧？啊，对，基本上是玩。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啊，我一天找你们，你们他妈老有事儿呢，老你再找一下。一会儿开车送你，没关系。我给你打，你再我就准备打一下。真的，我们就走了，因为我给你打，我就准备通。对，我再打一个啊。他不接。我真的走了。没事，我送你去。你们几个人？不用，我们有好几个人呢。几个？五个半。一个车，兰博基尼差不多。感谢国民财神啊，给帮我们啊，感谢老铁啊，感谢大哥给帮我们。我走了。喂。你在哪儿呢，妹子？啊，我这边我不知道这是哪儿啊，乱的。你导航把我那个兰博基尼小牛开到那个古城里面呢。他们说这是限号，哥。咋的？限号。我们自己有法拉利的，还是不行，不是。你说啥？我们自己有开的法拉利。你不是你还哪个车？还哪个车不限号？不是我带我的哈雷去行吗？啥？哈雷呀？哈雷能他妈坐五个人呢？不行，我要送人，你自己开不就得了吗？派谁来公司呢？我和小严一个。那谁？那你。这是你呢？你俩腿这踢的还骨头不折了吗？我秘书来电话了。妈，等会儿让免提一下。怎的，秘书？我这你说啊，你在丽江呢？现在啊，那干嘛嘞？那个英国他现在有个订单，2亿，需要你签字。等我回，我那2亿啊。啊，对呀，需要你签字。那我真的吗？我今天晚上我订今天晚上的机票，我回去。啊，我给你订吧。今天晚上几点的？今天晚上你订一下，你看你有几点的？完了你给我订最早一班的，快点的，一会儿上能进。啊，那就是。
北京那个小刘那个2000万的，我让谁用，我让小刘去了。那个2000万不用你出马。哎，我知道，5000万以下的单子别找我谈，就找你谈就行了。好嘞。嗯，啊，干了。好，记得。我靠，你这他妈有钱啊！啊？你这他妈有钱啊？不是有钱，就是人可能到那种气质上，他不是说钱的事儿。那人可能到那种气质，他不是说钱的事儿。那你俩找不找钱了？不会的，他就是破大嘴巴就完了。嗯。不是说太有钱。越南。喂。嗨。咋的？那个小刘那个庙会开了。为啥呀？没吹牛逼。